我是从一开始，李现翻开他的这个书生以后很激动。眼睛里面有一种今天要大干一场的感觉。因为你今天彩排来的时候，就我们就觉得你会大干一场。让我们最后想起李现的单曲作为节目最后的结束。我想那个结束好不好？用哪个？就是我们那个电影的我和农农的那个推广曲《前程似锦》。可以啊。前程似锦的以后，用伤口烙印的青春是回忆锦绣，怀着无悔承诺，眼泪垂脸笑容到未来，终于要奔向那前程似锦的以后。好的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赤狐书生。